文标题，看罢之后，咱们来聊了宋朝女性生存法则。宋朝夫妇拜天地，选自王弘历《中国古代风俗百图》。宋朝夫妇家宴，河南禹州白沙宋墓壁画，为丈夫送葬的宋朝女性。宋朝女性为新生儿洗澡离开周，春节前后这段日子，如果你在饭局上跟人提起知否知否，应是绿肥拱手，对方想到的很可能不是李清照的词，而是一部热播电视剧，一部以宋朝女性为主角，以家族争斗为主线的电视剧。这部剧算得上一部佳作，除了给很多观众，尤其是女性观众带来追剧的快感以外，甚至还能贴近历史，让现代人从某些方面了解宋朝人的生活细节，以及宋朝女性的一些生存法则。贴近历史既精致又热闹的宋朝生活，我们先看看这部电视剧都反映了宋朝人的哪些生活细节。知否知否，应是绿肥红瘦，以下简称知否，第一集，圣府公子盛长风投壶失利，女主角盛明兰上前救场，用高明的技法保住了姐姐盛华兰的聘宴。